2018高雄市原住民联合丰年祭活动即将在周六登场。上午记者会，副市长蔡富进跟着原住民大跳舞蹈，鼓励市民多多参与及认识原住民族文化。另外，原民会表示，活动当天有丰富的阿美族丰年祭主题展演，还有各项的原住民美食哦，欢迎民众一起共襄盛举。在原住民的带领下，高雄市副市长蔡富进、都防局长宋孔凯及多位贵宾一同跟着手舞足蹈，为2018高雄市原住民族联合丰年祭记者会揭开序幕。有多年历史的高雄市原住民族联合丰年祭仪，每次举办都吸引许多民众共襄盛举。今年除了有阿美族丰年祭主题展演外，还有一日阿美族体验活动，希望让更多城市人体会到原住民的生活。我们希望让市民朋友更认识我们每一个族群的文化内容，所以透过阿美族丰年祭的活动，我们的市民朋友就不用舟车劳顿到山区，或是甚至还要到花莲、台东，我们高雄市就有阿美族丰年祭。阿美族头目也受邀出席这场记者会，他以原住民语祝福周末活动顺利成功，并希望民众多多认识原住民文化及特色。活动这个看了多人的话是比较好看，你少的时候就不好看，是这么样的。你那一天看我们唱歌，我的孙那也会唱啊。那一天第一个原住民我都会第一个唱歌。活动中除了有丰富的阿美族丰年祭主题展演，还有各项原住民美食，其中这个石头料理最具特色。在我们准备食材当中，你先起火，先烧石头，然后开始做器具，然后再把食材放在那个器具里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弄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烧了，就可以把石头夹起来煮了。堪称石头火锅的鼻祖，原住民把烧红的石头放入汤中，借此保存食材的鲜甜滋味。想一睹阿美族等原民文化，千万别错过即将登场的丰年祭活动。港都新闻王思武、罗少君采访报道。